大家好，我是廖晴，我人已经到台中洲际棒球场了。今天的天气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现在在飘雨，雨滴有一点点大，但是现在确实有太阳了。可能只是太阳雨而已，搞不好等下就不下了。那今天的球赛呢，是7月29的延赛。我跟你们讲，经联盟说明星赛从来没有延赛，只有取消，这是第一次延赛哦。那因为今天呢是延赛，所以我们的集合时间就比较晚，因为上次已经把就是场外的活动都已经跑完了，像是上班路啊或者是女孩的场外活动，所以今天呢就只剩下球场内的活动，趣味接力赛等这些活动会继续进行。那等一下的时间呢，女孩就要准备到场中排练开场舞咯。我刚刚已经快速的走完一次位置，但是都没有配音乐。女孩开场彩排时间是有一个时间限制，集合时间也比较晚，后面还有球员要练习，所以呢，我们赶快找好位置，就把场地还给球员们了。球员们今天也加油哦！我对我们女孩有信心，相信他们今天也会顺利的。回到休息室了，现在的时间大家整装而已，女孩们就要场外活动，那就各自整装啦。等等见，我们要准备上场了。他们现在在串好，就是带动的时候跳什么动作？你又想来干什么？你说，你来等谁的？你的哎，咋啦哎？歌迷不都是这样？对对对，有做功课哎。明星赛最后一天开始。
不要都不会，他其实摸进在看你是怎样，你在偷看别人，你要偷看自己好吗？刚刚忘记，刚刚林丹还问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戴墨镜吗？不行啊，我想戴哦，因为他想偷瞄，不行，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以后都没有再戴过。
好，你们可以想下次都会再帮你擦。大概三天没洗，天哪！穿了三次上班没洗，天哪！专业女神香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就是你们的女神哦。衣服那么脏，但是这个有点厉害。哦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胖工程。
个吉祥物站一排好像门神哦。听说这三个有多子频道啦，我们的频道啦，听说有多子频道啦，有多子频道啦，开发票，开发票。听说他们四个是从来没有同台过的哦。50位啦啦队齐聚一堂，齐聚一堂，Champs有多
此频道。大家都喜欢来。